妈妈出来了。早安。早安。哇，海浪的声音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欧尼。我们刚起床，我们现在人在巴厘岛的北部，在北部呢，主要就是要去看海豚。然后现在是早上的5:30，哎，天气都还没亮，我超早起的，今天还不敢睡太深，怕睡过头。我等一下要赶6点的时候要坐船出海，我们已经准备好要去追海豚。现在是上午5点多，还没满6点，天微微的刚亮。好，欧尼刚走过，这是我们的房间，然后前面就有一个凉亭，凉亭正对的就是大海。我们待会行程是要坐着船去追日出，然后呢，追完日出也要看海豚。我不知道照不照到岸边那种小船。听说这个海豚会很近，如果有追到海豚的话，我会离你大概1到3公尺左右。那早上的风浪不大，这样微微的听着海浪声很舒服。那刚刚其实我已经躺在这个凉亭上面发呆了10分钟左右吧，还蛮舒服的。好，我们准备要出发了。等一下我们要上这条船。好兴奋哦！我们要去追海豚，好，我们出发喽！水温温的，不会很冰哎。那如果看到海豚，应该都可以坐坐前面那边，最前面那边。哇！翻过去坐的话，可以在那边。这么嗨！我们的房间在那里，直接走出来。哇，超近的，正前方。其实也有两我们一样追海豚。前面黑黑的一坨，那个不是扎端在等海豚吧？应该不是吧？如果视野的话也太多了吧？应该要进攻的感觉哦。20到20，如果海豚在附近早就知道了。哇，日出要起来了，看海豚还可以顺便看日出。刚的密密麻麻的真的是船，真的是超壮观的。大家都朝同一个目标前进。那么多船不会撞到它、哦。海豚很聪明的。好，在那边。我船啊，好像在转，在里面。哈哈哈哈哈。昨天那时候20-30刀吗？我不是哦，我觉得不是哎，是看不到镜头的。哇，他们好悠闲哦。哇，小 baby 耶，对。我们突破重围，取得了领先的位置。对，右上角的边缘，船底的右上角边缘。哦，这个 view 很不错。这个 view 应该在这边出现，这样子。现在大家是静止状态，所有人都在注视着海面上，什么时候有海豚冒出来？一不可求。对，什么方位、什么地方不知道，但是你只要看到有人冲，代表有人看到，所以冲的方向离你很近，那个船长也会冲。有时候运气好，他就从你旁边冒出来。这个时间是海豚吃早餐的时候，可以看得到海豚妈妈带着小孩出来吃饭。他们这样每天被追，会不会烦？人类好困扰、哦。大家越开越远，说不定他们在后面骗我们。欺敌战术。看到了，看到了，看到了，来了，他们游过来了，好多，游过来了，那边也有，游过来了，啊，游过来了，前面，啊，哇，海豚欺敌战术奏效。哦，大家在转方向，马达开始冲刺，你跟着人家冲。他这个船夫的经验也很重要，他会看到大概在哪个方向。下
现在属于领先第二的地位。可以赶快再出来啊！大家要有耐心哦。还有什么船头现在全部都往这边了？大家判定。他们应该猜会往这边出来哈。真正的你不要假冲刺欺骗人哦。就他一冲，害人家以为有。对啊。他居然有感情，是不是要冲他那么远去？哦，他都往这方向掉头，海豚大概也很累吧。我在哪里都被追。好多海豚哦。